各位同学，大家好，呃，欢迎各位继续来收视，呃，来收视我们这个呃中级会计学。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讲的还是不动产厂房及设备，不过呢，我们要跟各位换一个主题喽，就讲它的折旧折号跟它的减损。好，折旧折号跟它的减损，也就是说呢，不动产厂房及设备呢，它的逐渐的丧失了它的经济效益。 它的经济效益，那我们在会计上呢，对这些经济效益的丧失呢，怎么去处理它？好，那么基本上呢，我们说除了土地可以永续存在以外，所有的资产呢都有一定的年限，最后不管你用不用它，最后都不见了，都没有经济价值。那么因此呢，我们去取得这个资产的时候呢，所付出去的代价，这些成本呢，最后都泡汤了。因此呢，要在它的使用期间呢，把它转入费用。 这个叫成本的分摊，把它转入费用。那么不同的资产呢，把它的成本转入费用呢，我们会在会计上呢会给它不同的名称。基本上呢，我们大概有三种名词呢，代表的是同样的意义。那三个名词呢，第一个叫折旧啊，这个折旧，我们来看，折旧的意义是什么呢？折旧就是指有形的这个不动产、厂房及设备以耗成本的分摊，已经消耗掉的成本呢。 我们把它摊销掉，那么这个叫折旧，好，基本上呢，它就是有形的这个厂房设备哦，好，这、就是第一个，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折旧，叫 depreciation。第二个呢，叫做折耗，叫做 d e p r e t i o n 折耗什么呢？是有形的低耗资产，指自然资源以耗成本的分摊，好，后已经消耗掉成本分摊。那么这个厂房设备跟自然资源有什么不同呢？ 厂房设备是你把它用到报废的话呢，那个东西还在那边；房屋一个破房屋还在，机器一个破的机器还在，只是不能用而已。但是地耗资产的话呢，是矿产啦，煤矿也好，铁矿也好，金矿也好，你把它开采完了，那个铁、煤就不见了。 就是它本身会消耗掉，本身的这个资产本身就不见了，所以那种呢叫做地耗资产，包括森林也是一样哦。这个林木我们造林造了三十年，长了这么多的林木，把它砍掉以后，哎，这个就没有价值喽。同时它的物体呢也不见了，所以这个叫地耗资产。那么那种地耗资产的成本的分摊呢，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折耗啊，叫折耗。第三个名称呢叫做摊销，啊，英文叫做 amortization。 它是专指无形资产，像专利权啦、特许权啦等等这些以耗成本的分摊。哈，我们购买专利权或或取得这个特许权，那么它的成本呢，随着使用，随着经济效益的递减，那么它的这个不见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成本呢把它分摊掉。这个如果是无形资产的话呢，我们也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摊销。啊，那基本上呢，它指的都是一样哈。 那么我们这一章呢，要来先跟各位介绍是两个折旧跟折耗。那么摊销的话呢，在下一章的无形资产再来跟各位介绍。我们先来看折旧的意义。好，折旧什么叫折旧呢？根据美国会计会计程序委员会叫 Committee on Accounting Procedure，叫 CAP，它出版了一个会计名词的公报第一号，叫 Accounting Terminology Bulletin Number、no. One。 那里面呢，对折旧给写个定义喽。他说，折旧会计是以有系统而合理的方法，将有形资本资产，也就是我们的设备资产喽的成本，或者是其他的基本价值哈，如有残值的时候呢，应该减去它的残值哈，分摊于耐用年限的一种会计制度哈，一种 accounting system 哈，把它的成本呢分摊在它的耐用年限一种会计制制度哈。他说呢。 折旧会计是一种成本的分摊的程序，a process of cost allocation，而不是资产评价的程序，而非资产评价的这程序，not an asset valuation process。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折旧的话呢，只不过是把资产的成本呢，在它的使用期间里面把它摊销掉。这个摊销呢，我们并没有意义。 没某意思要把这个摊销以后的结果呢，让它等于它的市价资产的市价。我举个例子来讲，假定你买一部车子八十万买的，开了预计呢可以用八年，那我们会计上呢就说每年呢提用直线法的话呢，每年提一万块钱折旧，不管它的用用一年以后它的折旧一万块钱，账面金额变成七万，呃七十万好，就变成七十万。 不管它的市价是多少，也许你那个新车买了一年以后呢，它的市价要卖的话呢，只能够卖六十万或六十五万。但是账上呢，我们只提到十万的折旧，它的账面金额是七十万，也就是跟它的市价不一样。我们不不是用透过折旧的程序呢，来使得它的账面金额等于市价六十五万，不是那样的哦。哎，这是折旧的基本的意义。好，我们再看看那为什么刚才讲过说，所有资产都会发生折旧。 原因是什么？好，我们要探讨这个折旧原因。了解折旧原因呢，我们才能够选择说用什么样的折旧方法呢最合理哈。那基本上呢，资产会发生折旧的话呢，大概有两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物质的因素，好，物质的因素包括什么呢？因为使用而这个这个磨损，好，因为使用而磨损。第二个呢，因为自然力的作用而残旧而残旧，这、就是物质的因素。我们等一下再说哈。第二个呢，功能的因素。 也包括两个，一个是能量不足，一个是过时成就啊，过时成就。好，我们就分别呢，按照这个不同的因素呢，跟各位介绍。先谈物质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新使用而磨损。有些个机器设备呢，它需要有很高的精密度，可是呢，你在随着使用呢，它不断的震动，不断的摩擦，最后呢，那个精密度呢就不够了。 啊，不够的话呢，就不能再用了啊！这是因为使用呢而使它不能够再用，又磨损掉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时间的经过而残旧，有些东西。 你不用它的话呢，它还是继续坏掉，而且可能坏得更快。我们常常有个例子说，哎呀，你的房屋如果空在那边不住的话呢，反而比较更容易坏哦。住的话呢，反而会保持得更久一点，就是这个道理哈。因为日晒雨淋啦、啊，那么自然力的作用啦、啊，它都会把我们的物质的资产呢，最后都会不见了哈，最后都会不堪使用。那么这是所谓的因时间的坚固而残旧哈，这是物质的因素。那么。 功能的因素包括什么呢？以功能因素也是包括两个。好，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能量不足。能量不足的话呢，就是还可以用哦，但是因为它的 capacity 太小了，不值得再用它。我要把它改一个更大能量的。举个例子来讲呢，我们的仓库有一百平的仓库，后来因为业务扩充，的时候，我需要两百平的仓库，那怎么办呢？这个房子我就把它。 原来的那个把它打掉，那新盖一个更更大的一个仓库，那老了呢就把它废掉了，它还是可以用哎。同样的一部机器，它一年可可以生产一百万件，那现在我一年里我销销售了两三百万件，我要再买两部机器吗？我说那个不合算。有一种大的机器呢，它一年就可以生产三百万件，于是我就把这个一百万件的机器把它淘汰掉了，去买一个更大的三百万件的机器，这个叫能量不足而淘汰掉喽。好，这也是会被。 会被淘汰掉就要折旧喽。第二个呢，过时成就。过时成就的话呢，也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产品过时，一个是技术过时。产品过时就是你生产的东西，这个机器生产的东西已经没有人要了啊。比如说现在生产黑白电视，或者是这个已经没有人要了，啊。所以产品过时，这个机器呢也就淘汰掉了，或者是技术过时。 技术过时的话呢，就是生产这种产品的有更好的方法出来，有更先进的技术机器出来咯。我、哦、原来这个老机器呢还可以用哦，还是被把它淘汰掉，这是经济的因素，好、哦，我们叫做这个功能的因素，哈、哦，好，因为这些呢都会使得我们的这个资产呢，它的这个，呃，它的这个效用呢会逐渐的递减，好，逐渐递减。 好，那我们不要对这个递减的这个效用呢来计提折旧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计提折旧的资产单位到底是用什么单位来计算这个折旧呢？我们在会计上呢采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哦，叫做主成分会计。 叫做 compound accounting 哈，叫 compound accounting，什么叫主成分会,会计呢？那么我们说呢，如果一项不动产厂房及设备的组成部分，好，它是有很多的部分构成一个整体的喽。那么每一个组成部分呢，假定它的成本，好，那该组成部分的这个成本呢，占。 该项资产总成本的比率重大的时候呢，那么该组成部分呢，应该单独的计提折旧，而不是把整体的资产呢一起来计提折旧哦，要把它分解，按照它的组成组成部分呢来单独计提折旧，好，这是它的这个重大的部分。如果是它的这个成本比率呢相对不重大的组成部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两种做法，一个是你可以合并来计提折旧。 把其他的不重要的呢，把它合并起来一起计提折旧，啊，也可以把它单独计提折旧。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没有关系，单独计提折旧也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呢，你要把一个资产如果有不同的组成部分的话呢，我们要把它分解，大的组成部分单独计提折旧，那么小的组成部分也可以单独计提，也可以把它合起来的计提。 好，那么这个叫主成分的会计，好，主成分会计。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做参考了。我们航空公司呢买一架飞机，飞机呢一架，它有引擎、有机身、有内部的桌椅、空除设备。那么我们在买来的时候呢，是一起买过来喽。可是记账的时候呢，要把它分成三部分来记账。机身是一个部分，引擎喷射引擎是一个部分。 内部的座椅的这个设备是一个部分，为什么？因为引擎的折旧方式呢是随着飞行的时间而折旧的，机身呢是随着时间的经过而折旧的，而内部的座椅的设备呢折旧年限、耐用年限呢很短，三五年就要淘淘汰掉了。所以呢，它们的耐用年限不一样，折旧的这个原因也不一样，因此呢，我们就要把它呢分开来计提折旧，这个叫主成分会计，好。 好，这是一个同学要先了解的哦。第二个要跟各位介绍一这两个观念，就是集体折旧跟复合折旧。刚才讲过呢，把那个小的组成部分呢，你可以把它合起来一起折旧。然后因为他们的耐用年限不一样，金额也不一样，所以合起来集体折旧的话呢，叫做复合折旧法 （compound）。这个 c o m p o s i t e d depreciation）。如果你把相同的资产的大致上相同的耐用年限的并起来一起折旧的话呢，那叫集体折旧法。 啊，叫计提折旧法哈。好，接下来跟各位来探讨发生折旧的费用，计提计算折旧费用的这个因素，就是我们在计算折旧费用的时候呢，要用哪些个因素呢？跟它相关的，基本上呢有四种因素呢，决定我们每年的折旧费用。第一个呢就是成本，啊，成本。那么计算折旧就决定为它的成本，就是你原来取得的时候呢，花了多少成本去取得的。第二个呢是它的估计的残值。 啊，估计残值，因为成本减掉估计残值呢，才是你真正消耗掉的这个成本，那部分要折旧，不是全部成本都要折旧哦，因为你还可以收回来一部分啊，好，所以要成本减掉估计的残值才能够。 才是折旧的金额。好，第三个呢，就是要估计它的耐用年限，因为要在这个耐用年限之内呢，把这个成本分摊掉啊，所以要估计耐用年限。第四个呢，就是折旧的方法，选用折旧的方法，不同的折旧方法呢，会产生不同的折旧金额啊，这、就是我们四种因素呢会影响的。先看成本。 成本的话呢，我们在上一章呢已经跟各位讲过各种不动产的这个取得的这个成本怎么决定喽啊，所以那个呢我们就不再跟各位介绍了。我们再看第二个残值估计的残值哦，这个很重要，因为国际会计准则的残值的定义呢跟我们以前的定义不一样。以前的定义呢说一部机器可以用五年，一百万买的可以用五年，那么它的残值是多少呢？残值是指五年以后，好，五年以后哦。 这个机器能够卖多少钱？就是卖十万块钱，那个残值是十万块钱。现在呢，国际准则的残值的定义不是这样的，各位同学要特别记住，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是现在啊，我这买了一部新机器哦，我要估这个机器的残值，说现在呢，这种机器已经用过五年的这种机器，现在市面上卖多少钱？现在卖哦。 也现在已经用过五年的这个机器呢，那卖多少钱？那个呢才叫估计的残值，不是五年以后能够卖多少钱，是现在已经用五年的这个机器呢能够卖多少钱。所以各位有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假设，对不对？好，这、就是这个残值的这个估计哈、哦。第三个呢是这个呃估计耐用年限哈、哦，也就是说呢你要估计这个机器或者是这个房屋呢它可以用几年。 那么各位同学要记住，这个耐用年限呢，是指的经济年限，而不是它的物质年限。好，通常呢，经济年限都会短于它的物质年限。也就是说呢，你没有把它用到完全不能用，就已经不值得再用它了。 好，把它淘汰掉喽。诶、哎，所以我们要估计它的经济耐用年限。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要选择折旧的方法喽。诶、哎，折旧方法有不同的折旧方法呢，每年会产生不同的折旧费用出来。好，那折旧方法我们在会计上常用的有哪些方法呢？我们来看一个表，这个课本上也有的哈、哦，请同学一起来给我们看哈、哦。这个折旧方法。 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以成本分摊的方法，哈，叫成本分摊法；第二类呢叫做特殊折旧法，哈，叫特殊折旧法。啊，那我们先看成本分摊法走这条路的话呢，也有两种基础，一个是以时间的经过为基础，那么一个呢是以服务量为基础，它的。 资产所能够提供的服务的总量来做基础。我们看，如果以时间为的经过为基础的话呢，又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固定的折旧法，每一个相等的时间就要提相等的折旧，这个是固定的折旧法。那么我们常用的叫做直线法，好，直线法。 那么另外一类呢，是每一个时间呢，它所提的折旧额不一样，逐年的逐年递减，就叫递减折旧法，又叫做加速折旧法，哈，叫做 d e p r e t i o n depreciation method，或者是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method，哈。好，这种方法的话呢，我们再把它分成两种，最常用的了，其实还有更多的哈，使用年数合计法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余额递减法，好，这个 decline balance method，余额递减法，那这些的呢，就是以时间的经过。那么如果以服务量的话呢，我们大概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以工作时间法来做基础，一个是以生产的数量法，好，这生产量、总产量跟当年度的产量的比例，好，来来这个分摊折旧。那么这个特殊折旧方法呢，也有两个，一个是集体折旧法跟复合折旧法。刚才呢，月六提到过，好，有不把 不同的设备呢，加起来，那有些呢就叫做集体折旧，有些叫复合折旧。关键在于它们是不是有相等的耐用年限。如果是的话，就是集体折旧；不是的话呢，就是复合折旧。啊，这个以上呢，这个是大概是整个折旧的这个体系。好，现在呢，我们就分别按照这个顺序呢，跟各位来介绍。第一个呢，先从成本分摊法。刚才讲过，成本分摊法呢有两个基础，一个是以时间的经过，一个是以服务量为基础。 那么，按照时间的经过呢，我们又可以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固定的这个成本固定的这个折旧法，另外一个呢是递减的折旧法。我们先谈固定的折旧法。所谓的固定折旧法呢，就是每相 等段落的时间呢，都摊相等的折旧费用。好，计提相等的折旧费用，这个呢又称为直线法，就是 straight line depreciation method 哈。好，我们来看看呢，如果我们采用直这个直线法的话呢，我们每年的折旧费用怎么算？好，那如果要算折旧率的话呢，怎么算？好，每年的折旧金额呢等于。 好，分子呢是成本减掉估计的残值，那个呢叫做 depreciable cost，就是折旧成本，因为只有这部分才是要分摊的啦，折旧喽。 那么分母呢是估计的耐用年数，就是你总共总共呢能够用多少年，每年呢摊相等的金额，所以得出每年的折旧额。如果我们要算这个每年的折旧率的话呢，你就把每年的折旧额呢被总成本来除，那得出了就是每年的折旧率哈，折年折旧率。好，这、就是这个直线法的这个呃方法。那么非常简单，所以我们课本上呢也没有特别的再举一个例子，告诉各位呢怎么去计算。那么。 接下来第二个呢，就是递减的折旧方法，或者是加速折旧方法喽。这个加速折旧方法呢，就是新的时候呢提的折旧多，旧的时候呢逐渐的减少，这叫递减折旧方法。我们常用的呢也有两种，一种呢叫做使用年数合计法。啊，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使用年数合计法。所谓的使用年数合计法呢，那么就是把每年的折旧额呢是等于。 将折旧成本，哈、啊，将折旧的这个成本呢，乘以一个递减的分数，啊，折旧成本就是成本减到残值了，乘以一个递减的分数，就是一个分数喽，分子分母、哦。那么这个分母呢，是使用年数的合计数，比如说你总共是五年，那就把一二三四五累加起来，从一加到五就是分母，哈、啊。那分子呢，是各使用年次的相反的顺序。 也就是每年年初的剩余使用年数，比如说总共五年的话呢，第一年的折旧额是五，第二年的话呢是四，第三年是三，五是三这样一直下来就递减下来，那么乘以这个分数的话呢，这个叫做递减折旧法哈、哦，递减折旧法。好，我们来看看课本上呢。 有一个递减折旧法的这个表哈，就是说，如果我们买机器的话呢，那按照这个使用年数和计法的话呢，那我们每年应该怎么计提折旧？来看看啊。好，这个一二三四，对不对啊？哈，总共加起来是十年，好，总共加起来是这个这个十这个有十年了哈，从一加到四啊。然后每年呢，第一年每年的折旧率，第一年是十分之四，10, 第二年呢十分之三，10, 第三年呢十分之二，10, 第四年呢十分之一。 折旧成本就是成本减掉残值啦，总共是五千五买的，估计残值是五百，所以呢，折旧成本是五千，五千乘十分之四。 得出两千，第一年的折旧好，那么第二年呢，五千乘上十分之三，10, 得出一千五。第三年五千乘上十分之二，10, 得出一千。你看到两千、一千五、一千五百这样下来，总共还是五千块钱。那么这个呢，叫做使用年数合计法的递减折旧法，啊，这、就是一种这个折旧的这个方法喽。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再来看看呢，就是余额递减法，好，叫做余额递减法。那余额递减法的话呢，也就是。 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这个余额哦，这个不同的这个递减的比率，常用的呢是双倍的比率，也就是直线法的折旧率呢，把它乘二，那每年呢用这个比率的话呢，去乘以这个折旧的这个金额，我们得出来就是当年度的折旧的这个呃费用，好，那也是递减下来的，好，好，那么这个折旧这个采用的话呢，我们也是来看看课本上一个例子哦，好，这个倍数有递减法，用刚才那个。 各位同学看到啊，这个我们是用五千五，不是用账面金额，哦，不是不是那个减掉没有减掉残值的哈，在这个地方，它因为是耐用年限是四年，如果用直线法的话呢，是二十五%。 因为四年初四嘛，哈，就二十五把它加倍的话呢，就是五十不限的哦，哎，所以这个倍数余额递减法哈，五千五乘上五十不限等于二七五零哈，第一年，第二年呢就剩余的账面余额二七五零呢再乘上五十不限等于一三七五，第三年呢就剩余的一三七五呢再乘以一三七五再乘以五十不限等于六八八哈。 那么六这个六八八哈，所以累计折旧一直增加，那么账面余额一直减少，到最后一年的话呢，就不是六八七哈，乘上五十不限的哦，因为这样的话呢会低于它的残值，我们要留个残值五百块钱不能动，所以第四年呢只能提一一百八十七块钱的折旧，好，这是我们的这个余额递减法的这个使用的方法，好，这边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跟各位讲这个以服务量为基础的折旧的方法，它也有两种，一种是以工作时间法，比如说拿机器来讲的话呢，它能够开动几个小时，按照这个比例来计提折旧；第二种呢是以生生产数量法，就这个机器实际上能够生产多少的总数量，那么按照它生产的这个比例呢来提折旧。我们先看这个工作时间法哈，那工作时间法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资产所能够运作的这个时间呢，把它做一个总。 做一个估计，它的总数，然后看今年度呢总共花了多少时间，以这个比率呢去乘上它的折旧成本，那么折出来这个当年度的应该计提的折旧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呃公式好了哈。 那么就是以上述的购买五千五的这个机器呢，甲店预计可以开动一万个小时，整个一万小时以后它就报废了，不能开了哦。那第一年呢，共开动两千五百个小时的话呢，就是四分之一喽。那我们呢，采用工作时间法来计提折旧的话呢，我们要计算每一个时每一小时的折旧率。好、啊，每一小时折旧率等于成本五千五减掉估计残值五百，就是折旧金额喽、哦，五千除以工作时间一万。 所以每一个小时呢，要提提五毛钱的这个折旧。第一年呢，总共开开动了两千五百个小时，乘上五毛钱，等于一千两百五十块钱，这是第一年的折旧。那么以后呢，按照每年的实际上工作的时间是多少，我们就提多乘上五毛钱啊，就是工作时间法。第二种方法呢，是按照生产数量法。生产数量法就这个机器呢，这个总共能够生产多少件数哈，多少产量？然后我们今年生产多少产量？ 它的计算呢，原则上跟工作时间法一样，我们也来看看哈。它在每年的折旧率，好，假定说全部可生产四万件，一万个小时，全部可生产四万件。第一年呢，生产了一万两千件，好，一万两千件。好，我们来看看第一年的折旧要怎么计算哈。我们要计算呢，先计算每一件的这个折旧率是多少。它每一件呢，等于成本五千五减掉残值五百，就是五千喽，除以估计总生产量四万件，所以每件呢要摊。 零点一二五元，好，那么第一年呢，生产了一万两千件，乘上零点一二五的话呢，就是一万一千五百块钱，这、就是它的折旧的计算方法。基本上呢，这两种方法呢，呃，差不多，但是呢，生产数量法比较好，因为同一个工作时间的话呢，不一定有同等的效率，好，所以用生产数量法是理论上是比较合理的。好，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谈了特殊的折旧方法。 刚才讲过，特殊折旧方法呢有两类，一类叫集体折旧法，一类叫复合折旧法。什么叫集体折旧法呢？我们来看集集体折旧法。所谓的集体折旧法呢，是将相同耐用年限的不同资产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同耐用年限，这个很重要哈，或者是多项完全相同的资产，比如说电视机，我有一百部电视机。 好，那我就全部把一百部合在一起，因为它耐用年限都相同，视为一个单项资产，采用单一的折旧率以计算折旧的一种方法。好，这个叫集体折旧法。这个集体折旧法呢，我们在像旅馆啦，它的这个电视机啦、设备啦，旅馆里面的设备床啦，都可以用集体折旧法。铁路它的车厢用集体折旧法，电力公司它的电线杆。 用集体折旧法，那么这些呢都是常用的哈。好，第二种方法呢叫做复合折旧法。我们来看什么叫复合折旧法呢？所谓的复合折旧法，就是把不同的种类、不同耐用年限而有相关联的资产呢，视为一个单项资产，采用加权平均的折旧率来计算折旧的一种方法。好，这个加权平均，因为它的耐用年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个别资产。 单独的算出每年的折旧金额，然后加起来除以总成本，就是一个加权平均的折旧率喽、哦。哎，这、就是复合折旧法。通常呢，你可以把一个工厂、房屋、机器全部的都包括在一起来折旧，这个叫复合折旧法。哈，好，以上呢是折旧的这个计算的方法。接下来呢，跟各位来谈谈这个折旧的记录。哈，就是当我们计提折旧的时候呢，我们要做怎么的分录？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折旧的分录呢，是借“折旧费用”啊，贷“累计折旧”啊，贷“累计折旧”不动产偿还及设备。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把它不动产偿还设备把它带掉呢？把它冲减掉呢？是因为我们要留下一个记录，这样的话呢，我们才知道说这个机器已经用了几年了。好、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累计折旧，这个机器设备十万块钱，累计折旧五万块钱。 那我就知道说，哦，这个机器大概已经用了一半了，它的耐用年限已经过了一半了，所以要留下一个轨迹，所以我们用累计折旧这个背底的科目来处理哈。好，接着跟各位谈到这个折旧的估计变更，好，估计变动跟它的这个呃错误的更正，先谈这个估计变动，就叫会计估计变动，叫做 changes in accounting estimate。 那么关于折旧部分的话呢，有两类会估计变动的。第一个呢，就它的经济效益使用的形态，因为那关系到我们的资产的折旧的方法。比如说你原来估计它每年折旧呢相等，可后来发现呢不对，新的时候折旧的很厉害，旧的时候很少，这个时候你就要变动它的方法喽。这个叫估计的这个经济效益的这个这个消耗形态的变更变更。那这种形态的变更的话呢，我们要改变会计方法，怎么改变呢？ 以前的折旧一律不能改动它哦。那从现在开始，按照新的方法，以现在的账面金额，我们来看课本上的例子哦。好，假定某公司呢，它有购置这个机器设备一部，哈，成本呢是五十五万，那么估计耐用年限十年，哈，没有残值。那么有原估计呢，它的经济效益是消耗形态是逐年的这个递减，可所以采用使用年数和计划来计算折旧咯，可是用了五年以后呢，发现不对。 使用年数合计法的这个累计折旧金额是三十四万，啊，基地账面金额呢变成二十一万。那个时候呢，我们改按直线法分六年，剩余的年限分六年来提的折旧，以当时的这个费用哈、啊，每年计提折旧呢是三万五，因为二十一万除六嘛哈、啊，除六年，所以三万五。这是它的这个呃估计变更的时候处理方法，以前的都不要动它，好、啊，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估计的残值跟耐用年限呢有改变，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一样，以前的都不要动它，以现在的余额按照新的年限或新的残值来计算折旧，好，这是原则。好，最后一个呢，跟各位谈到会计错误。 会计错误就不一样了，要回过头去呢，去更改以前年度的折旧金额，好，这、就是它跟估计变动不一样的地方。好，呃，我们这张呢，另外后面还有一个折号的部分的话呢，那、呃、请各位同学看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跟各位介绍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